子丙组八百米决赛最后叫法，女子丙组八百米决赛最后叫法，女子丙组八百米决赛最后叫法。喂，同學個頭借過啲啊，唔該。成績公布，同學。甲組八百米第一名廖嘉文。咁你個頭唔緊要啊。時間2:32.81秒。破大會紀錄。第二名黃柏君要到。時間係2:39.16。第三名張可盈聯網雙足。時間係2:39.22。第五名，第二名，第二，好快啊！第六名，廖乐彤，汤国华。第七名，叶思颖，各一位。第八名，李仲一，叫到。请后三名嘅同学可以联同你嘅运动员证，到精华岭取奖。